当时学的自动化，后来毕业以后找工作，正好是机缘巧合吧，正好是这钟表室需要人，年轻人一般不愿意来这块儿。当时来故宫看了看，在这屋里转转，哎，觉得挺感兴趣，哎，这将来也有一技之长，觉得还可以，就在这留下了。来工作室以后呢，也发现两个师傅都比较和蔼，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苛刻，就对我这个也特别关照啊什么的，就跟那个亲人一样的，这关系还都不错。